李王辉。好，我们现在进来的是百大家摄影指导的舞龙表演。
神堂。再次感谢我们板桥世贤堂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舞龙演出，掌声鼓励。谢谢我们所有辛苦的小哥哥们，谢谢你们。也麻烦现场的朋友呢，帮我再往后退一步，让他们有空间可以做演出，感谢你们。